各位学长，阿弥陀佛。大家早安。看到你们真高兴，这么冷的天，连我自己啊，早上要离开被窝都觉得依依不舍。所以同学们，这么冷的天哈，大家还能够，你们跟我不一样嘛，我不能不来嘛。可是你们可以待在家里头看直播呀。所以你们还是选择这么冷的天哦，出门来教室上课，真的哦，很赞叹，很赞叹。那，哎，奇怪，不知道为什么，我今天怎么这么高兴哈？我觉得不知道为什么今天这么高兴，而且我心里头高兴的原因哦，很奇怪，打死你们也不会想到，就是到这把年纪了。假如还有老师，而且老师还肯骂你，这件事情真的好幸福哦。会吗？好幸福哦！今天要讲善有幸哦，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心里头觉得，哎呦，真的这把年纪还有老师，没有老师好伤心哦，好伤心。然后老师还肯骂你，哎，你以为人家？这闲着没事干，肯骂你哦！现在的人才不肯骂你呢。你好你坏，你死你活，领导也逮鸡啊！哦，还有老师肯骂你这件事情，好幸福哦，好幸福哦！哎，我心里头就很高兴，你知道吗？很高兴，想到真的就很高兴。我不是想到我骂你们哦，不是安内，不是安内，想到我有老师，我的老师还会骂我。这件事情让我觉得好幸福哦，我是在想这个，你们不要误会，我现在坐在这里是不得已啊，冒充的。好，同学们，我们把五门定资粮的最后一个结那个最后做一个总结，然后五门定资粮结束，我们今天的正说是要讲善有幸，那这个善有幸的篇幅不多，所以今天还会讲，也是一样小小的一点点的，篇幅不多的文正法。所以今天的内容不要被白板吓到了，说哎呦这么多，不是这么多，不是这么多，我们难的东西都讲过了，都讲过了哈。这接下来的善有幸啊，文正法文，不是思，是文正法哦，都篇幅都很小啊，好。今天多了一个名相，名相而已，就是借镜四因，有没有看到啊？这个我们定资粮最重要是在讲戒律仪，讲戒为无上菩提本。那我们剩下的其他四个根律仪、饮食资量、觉悟瑜伽和正知而住。这四个是圆满戒律仪，圆满戒律仪的要件，所以我们把这四个称为戒、清净、戒净、戒、清净的四个因素，这样明白吗？合起来还是一样，五门定资粮，这样可以吗？所以我们在讲戒清净的时候，你不要那么以为说哦，就是那五个别谢托利于，以我们来讲。以我们是在家众来讲，就是杀盗淫妄酒那个五戒啊。我们从来上课的时候讲到戒的时候，范围不是这么狭窄的，尤其是我们还讲到你的心呢，有一个思维的纪律，那个叫心戒，想起来了没有？所以戒，其实今天要讲善有幸。就是怎么观察一个善友或者说善知识，这个问题最近不是很严重吗？闹得沸沸扬扬的，对不对哈？到底是不是一个善知识这个问题，你看佛那个时候佛就已经讲了这个问题，也就是说佛就讲过了，末法时期恒是邪是说法如恒河沙，所以观察是不是善知识这一件事情。也变得很重要，对吧？有善知识，这是能说法的人，才有正法可听闻呐，对不对？有能说的人，才会有所说的法嘛。
才会成就所谓的听闻嘛，是不是这个样子？哦，都是很有关系的啊，这就是今天要讲的内容。好，我们开始结束，我们定资粮最后一点点政治而著的结尾，其实都讲完了，结尾就是那个略意哦，政治而著的略意比较不重要，比较没什么。同学，请把我们上一次的白板，上节课的白板拿出来。上一节课，好，白板都拿出来了吗？我们看政治而著分成四科，第一科标可以分标这里可以分九个小科或者分六个小科，同学都可以啊。好，我是把它分成九个小科，所以就是往跟环，往要去哪里，环从那里回来，对吧？以这个出家众来说，往就是去托钵，还就是从托完钵以后从托钵的那个地方还回来世尊时时着衣持钵，你看这下面都是这样了，着衣持钵入舍卫大城乞食，次第乞已就要还至本处，对吧？然后还至本处以后呢，当然先把托钵回来的东西饭食器，然后就怎么样啊？当然饭食器要先把钵洗干净了饭食器收一钵，洗足矣就是把这个尘劳全部洗掉，那个意思最重要的，把尘劳洗掉，不是外向而已，最重要的是把心里头，你出去一趟，心里头沾染很多的尘劳，把它放下，收一波洗足矣，洗足矣就要拂座而坐了，然后就开始，听经啊，就是闻正法然后自己宴坐啊，经行啊。对吧？精行在宴坐啊，在精行啊，在宴坐啊，在精行啊，你这样子持续了一整天，到了晚上就可以修觉悟瑜伽，要不然晚上是没有觉悟瑜伽的到了晚上就可以修觉悟瑜伽，然后觉悟瑜伽就会让你一直保持在你的心是一直不会这样出家在家这样杂相住这样子啊。你的心就一直保持在文思修上面，这就是修行啊。这样，同学们，真的做起来不会像你听起来这么困难，不会，你只要上路了，那个道火发起来了以后，就是上了加行位以后做起来不会像你听起来这么难。反而做起来不会那么难，它会有那个善法欲那个道火善法欲自动的，好像那个你的那个机器啊，那个自动的善法欲就是那个油啊，它就会让你的那个温度不会像这种天气一样就浇熄了你的温度，你可以明白吗？要不然你今天就不来了。为什么你今天还是照样会来？你心里有一份欢喜啊，是吧？你想到又是礼拜天了就很高兴，对吧？我这么大把年纪了，我还有学可以上，那有多高兴啊！你知道吗？我妈妈我妈实在太有意思了，这个老人家太有意思了。我妈从小没有念过书，她没有念过书，不是说她不识字啊。他以后自己有自学识字，可是我妈妈从来没有进过学校，所以我妈妈一辈子她最大的梦想就是能上学。等到这几年，同学们，你们有没有听过乐龄大学？不是那个社区的那个老人大学啊，是乐龄大学，教育部办的哟，真的哟，乐龄大学。我妈就去上乐龄大学。为了我妈妈上乐龄大学我哥哥和我都是一起陪着我妈妈也去跟我妈妈
我们一起去上乐龄大学，也就是说我们三个人都是正式有交学费有注册的学生啦，我们三个一起上乐龄大学。我没有办法忘掉我妈妈第一天去上学的时候，那天天气也很好，我们走在那个大学的校园里头，那是真的在大学里头上课的啊。我们每次上课都要去大学，你知道吧？去大学上课。好，新竹有两个大学有办这个乐龄大学，一个就是中华大学，一个就是在中华大学旁边那个叫做什么什么医药那种元培，哎，就是这两个啊。现在还有没有别的增加我不知道，那个时候就是这两个，所以我们是去中华大学。中华大学的校园非常漂亮，很美。那一天走在那个校园里头，那一天哦，天气又好，阳光这样照下来，我妈妈站在校园里头看着那个大学生，都年轻孩子嘛，在我们看来那么小孩子嘛，哦，充满活力的，真的是哦，你就会明白为什么青春就是美丽啊，那种在那种灿烂的阳光下看着孩子这样子，一大群的孩子嘻嘻哈哈的在校园里头，我妈妈就说了一句话。我妈妈说，我这一辈子没有念过大学，没有念过书，没有上过学，没有念过书，我一念书一上学就是上大学了。我妈妈她的那个欢喜，结果乐龄大学要上两年毕业，毕业的时候啊，我妈妈因为年纪最大了，不是因为她学了什么，我妈妈说她没有学什么，她都这个耳朵进这个耳朵出。可是我妈妈不但是学校的那一届的学生代表，我妈妈还是全省的学生代表。教育部有办一个全省乐龄大学的联合毕业典礼，我妈妈还是学生代表。然后那一天哈，为了陪我妈妈来领这个，就是这个表扬的这个荣誉啊，哈，为了陪我妈妈来，我跟我哥哥都一起陪我妈妈来，结果就很多的记者哈，因为是教育部办的，所以很多的记者来，那个记者就访问我妈妈啦，哈，然后又听说我跟我哥哥都陪着我妈妈一起念，那个报纸的标题啊，就写说，三个学生啊，就是我们三个啊，三个学生加起来超过200岁，这是真的。我们三个加起来超过200岁，三个学生加起来超过200岁，好，上乐龄大学。我就跟我妈妈讲哦，我妈妈说她这个进这个出这样子，我说没有关系，你只要出现。在班上只要你出现就是一种正能量，就让大家很积极，很他都可以来，我为什么不能来，对吧？我说你只要出现就是很大的功德了，就带给人家希望，让人家有一种就是那种善法欲发起来，会精进。我说你只要出现就是一个好像你可以想象吗？可以想象吗？就上学是这么美好的事情，假如可以一直这样子啊，上学上到我妈妈还在，现在是不行了，真的不行了。我妈妈上学大概上到，我妈妈现在马上要过年，她就94岁了，啊，上到前，我妈妈大概上到88、89岁这样，后来就不行了。多好啊，多么美好的事情啊！啊，能够上学。好，我们往还啊，往还这样，堵瞻啊，一个是近的看，一个是远的看。远的看你没有办法细的分别啊，那要到一个眼睛啊，可以升起眼视，然后带给第六意识去分别的那个距离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分别啊。然后屈伸做很多的行为嘛，就有屈伸嘛，持衣钵也是一样啊。然后食饮，好，然后回来了，行住坐卧，
睡觉了，觉悟，觉悟于且，这整个一整天，一整天就是雨或者墨雨，雨代表一种生与意业有行为，代表行为了，有行为动的状态了。墨那当然就是静止的状态，墨静的状态。所以整个合起来，你可以用行识、住识来代表，行就是动。住就是静嘛，或者你用雨墨来代表，也是一个动一个静嘛，所以我们合起来也可以讲行住雨墨，这样知道吗？代表我们一整天的行为嘛。好，最后一个 PS 解劳税，这个可有可无，哦，看情形而定了，对不对？好，这就一整天，这个一整天啊，你用《金刚经》的经文这样想一想，就知道啊，一整天就是这样子。同学们，这样可以很清楚吗？哦，很清楚，对不对？哦，好，在广释的时候分成两个，第一释和第二释。第一释只是把前面的这九个每一个法的志向，我们做一个分别。第二释的时候就讲为什么是这种次第，为什么从往环开始讲，一直讲到最后的行住雨墨，啊，这是次第。然后为显合适显。白天晚上三业的行为，就是怎么你的三业的行为要是一个什么样的什么样的就是这样啦，就是这样啦，这样叫做正知而住。我们常常会思念，对不对？啊，对吗？思念常常会思念。假如思念就叫做不正知，所以最后讲到正知而住的时候，正知而住不会单独存在。假如没有正念，就没有所谓的正知而住，明白吗？你正知而住，你要正知什么？正知你思念了，你应该有一个所缘境，正念有一个所缘境。你思念了，叫做不正知，所以才要叫你正知而住。正知而住的时候，你正知什么？一定有一个所缘境，这样明白吗？那个就是你的正念。假如没有正念，根本谈不上正知。所以这里的正知其实讲的是你思念了，不正知了。你思念了，你还不晓得不正知了，这样明白吗？所以必须要正知而住，这样明白不明白？最后正知而住是这个意思哦。所以略义里头讲的就是昼夜。我们都有三业的行为，啊，要正念所摄。但假如思念了，你就要正知，你就要正知，好，都要正念所摄。这一件事情，正念正知这一件事情就叫做不放逸，不放逸摄。那假如可以做到这个昼夜三业都正念所摄啊，都不放逸的话，在宪法的时候会无罪无悔。你就想也知道，当然无罪无悔啊。那无罪无悔在当来一定不堕恶趣。今天我们的戒禁四因的结论也是这样子，就是根据这个来的，不堕恶趣啊，无悔欢喜安乐所引。临终的时候会善心始，善心始，不堕恶趣。好，总合起来到这边为止，五门正知量结束，全部合起来，我们在做什么？在积极，在学习积习啊，菩提的资粮。所以戒是无上菩提本，可以吗？后面 PS 哈，我有引到《法华经》，《法华经》的菩萨行处啊，菩萨行处、菩萨住处，这个我们今天哈在善有信这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善能堪忍，堪忍里头会讲啊，菩萨的三忍，在《法华经》里头讲到菩萨行处。
和住处，就是我们这里政治而住的行跟住嘛。结论起来，这九个合起来就叫做行跟住嘛，对不对？对吗？好，那菩萨的行处就是你的行为呀、啊。你的行为没有那么细分，往还呐、啊、赌占呐、啊、屈身呐、啊、持一波没有这样啊，就是你的行为啦。你的行为的根本是柔软心，柔软心的根本是忍辱，忍辱是罗什大师的翻译，玄奘大师的翻译翻成安忍，安忍就是在六度里头，罗什大师翻成。忍辱，但是玄奘大师是翻成安忍。我们都晓得哦，罗什大师真的很了不起，他是外国人哎，他是对吧？他是中东嘛，好、哦、归丘那边，他丘兹啊，哎丘兹，对他很了不起，他外国人哎，但是他非常了解我们的民族性，所以他会翻成忍辱。他知道我们中国人一向就是。士可杀不可辱的，所以它分成忍辱。但是玄奘大师的翻译、比较接近、原意啦，他玄奘大师翻成安忍。在六度里头，除了我们一直在讲的戒定慧，对吧？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轮回的根本嘛，贪嗔痴。除了戒定慧以外，开成六度了。就是除了戒定慧以外，有一个一开始有一个布施，然后持戒嘛，然后就是这个安忍或者忍辱，这是六度最重要的安忍，安忍，对吗？然后精进，精进，这些都要精进的禅定智慧，对吧？好，这里头最重要的就是能够安忍，不容易的，很不容易的，然后安忍。那在菩萨的安忍哈，叫做菩萨三忍。三忍，通常我们听到大乘的忍都讲一开始就讲到好，生忍法忍无生法忍啊。那怎么做呢？就要往回，往前面，往回，往前面去推。怎么做到生忍法忍无生法忍呢？在我们《瑜伽师地论》里头讲到菩萨的三忍，就是这样的开法，耐他怨害忍啊。当然有一种思维嘛，你为什么要耐他怨害忍，会有一种你心里头的思维啦，就是那个道理，耐他怨害忍，安受众苦忍，还有最重要的法师圣洁忍啊。这样的忍，它不是一种忍辱那种，通常我们所想的心上插把刀啊，不是那种忍，它是一种智慧，它是一种智慧，由智慧会产生，应该先写力量，再写承担，我等一下把它改一下，由智慧会产生力量，由力量才能够承担。菩萨，你以为菩萨他是干嘛？他是为了做菩萨，所以摆出那一副样子啊？不是的，根本的原因是智慧，由智慧而有力量，才能够让你承担。否则你那个忍呢，心上插把刀的话，你必定反弹，忍得越厉害，反弹的就越高，那个结果就是到十八层地狱去了。所以不是硬忍的，这样明白吗？他为什么能够？你看起来好像哎呀。什么打不爆打的是什么鬼啊？什么什么？谁跟你打不爆打的呀？不是那样子，不是那样硬忍的，不是那样子的，是一种智慧，是一种智慧，由智慧产生力量才能够承担。你这样比较能够明白吗？比较明白吗？所以重点是那个智慧是什么，对不对？那个智慧哈，世间第一智慧啦，一熟能记。从这里来的一熟无忌，我能够一熟无忌，不管碰到什么人也好，或者是外面天气的寒冷啊，或者你想要住山啊，那么简单，你去住山，我跟你打包票，两个钟头你就回来了。为什么？蚊子受不了，
两个钟头就回来了，还没碰到什么老虎嘞什么的，没，不用，用不着碰到山里头的熊，用不着，蚊子你就回来了，有没有这种经验？我们都很想在，比如说台大，好安静哦，在那边坐一坐，对吧？在那边静坐一下，打坐一会儿，不是非常好吗？我就试过了，什么两个钟头，不用两个钟头，20分钟就把我打回来了，20分钟就打回来了。那个小黑蚊，看都看不到的小黑蚊，是吧？所以很不是像你讲的那样啦，不是那样讲的那样啦。它最根本的力量是智慧，智慧让你的心能够柔软，心柔软，心才能打开。心假如很坚强、很刚强，那种难调难服那种刚强的心，很坚硬的、刚强的那种心的话，哈，你是不可能啦，不可能行什么菩萨道啊，不可能的啦，不可能忍的啦，那种忍硬忍，看你可以忍多久，那等着瞧好了，等着瞧好了，你懂我的意思吧？哈，心哈能够柔软了，那还有最重要的就是不惊不怖不畏。你记得《金刚经》说的不惊不怖不畏吗？不惊不怖不畏，你看多有力量啊，是靠这个所以能够承担的力量，力量，而这个力量来自于智慧啊，这就是菩萨，菩萨他的好，为什么他能够堪忍呢？因为心柔软，心柔软。那他的内心其实是不惊不怖不畏的，有什么好害怕的？有什么好害怕？你知道生死是假象吗？嗯，我们不是一直在学这个吗？所以有什么好害怕的呢？哦，这个嘴巴讲一讲，好像哎呦，哦，嘴巴讲的实在是什么什么如实知自心，哦，嘴巴讲的好，豪气万丈，少来。少来，不容易的，真的不容易的哦。心里头不惊不怖不畏，你真的很清楚的，不是像现在这样子哦，衣食具足，也没有什么人惹你，对吧？好，哦，身体也还大体来说，身体很健康，很堪用，在这么顺利，啊，什么事情都顺利，又有老师，什么境况？看起来都是好，都是好，很顺利的情况底下，你当然觉得你不惊不怖不畏。真的短兵交接的时候，再来说，不要随便讲大话哦，那是不好的，那是不好的啦，那是对自己的障碍。好，所以这是第一个 PS， 第二个 PS 呢？若无正念，根本不明正知。所以正念正知是合起来一起讲的。通常我们不是讲正知，我们都讲不正知。你思念了，自己都不晓得自己在五欲六尘上面攀援，心是散乱的，根本不是心，不是在正念上的，你都不知道，那个叫不正知。不正知，那假如不正知的话是什么意思呢？不正知就是于诸所缘不能明记，能障正念。而能障正念就是思念是散乱之所依，我们凡夫的心呢，啊，就是这样散乱，散乱所依。好，所以同学们就要开始咯，已经学到现在了，你要开始做觉知的训练，好不好？好，觉知的训练，觉知的训练哦，很严苛的，其实就是你四升起来就要开始了，那个警觉心就要升起来，我的四一升，我的警觉心就要升起来，这个叫做觉知的训练。觉知的训练哦，久了，慢慢慢慢久了，你的觉性的力量，觉性的力量就会有了，好，慢慢慢慢就觉性的力量就有了。四一生，四生时代比象起，这个在跟我们讲什么？所有你见到的相都是你自己自视的分别，对不对？你假如这个都不知道，你知道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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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心相什么的，你心一生起来，你看得到吗？
所有你的境界，你所见到的都是你自己的自心相嘛，有没有？你自己的相分，你的一言境嘛，别人当然也是一样嘛，都是他的自心相，他的相分，他的一言境嘛。所以事实上，我们彼此在沟通的时候，这个人瞎子摸象 摸到尾巴，那个人瞎子摸象摸到耳朵，然后两个人就在吵架，还自以为在沟通，沟什么通啊？一个用尾巴，一个用耳朵，在那边吵架，这样知道吧？你知道我们彼此之间都是这种情况的话，你是不是会慢慢就越来越安静？因为都是在戏论，都是在戏论。你的一言尽对他的一言尽，你的自视分别妄心啊，对他的也是一样妄心啊。两个人在那边妄对妄的，高兴什么呀？你可以想象吗？同学们可以想象，对不对？好，每个人都是在自己的量里头，量就是分别，分别里头也就是见分取相分，每个人都在二取心。所以我们唯是把正空，就是怎么讲，明心见性啦，开悟见道啦，好、哦，叫做正二取空，二取，我的国语算是标准哦，二取空，二取是什么？能取所取，能取的见分，所取的相分。假如这个二取空，能取所取，二取敏，二取敏，敏敏敏敏会写吗？三点水在一个明了，敏除掉，浅除掉，明二取就叫做见性，见到一切法的本质性，而不是见到一个是见相的尾巴，一个见相的耳朵，不是这样子。见大相，不是真的见到大相，大相没有相。你慢慢哈，所有唯识的道理都是在，会越讲越深入而可都是讲这个。你这个明白的话，你就知道修行的次第，以我们唯识来说，就是先泯除掉、浅除掉相分，然后浅除掉见分，对吧？对吧？用比喻来说，先浅除掉舌觉，再浅除掉绳觉，你就会证到那个真智觉，也就是见性。见到一切法的本质性，就是法性。那个修行的次第，你就会很清楚啦，不会自己乱讲话。懂我的意思吗，同学们？都是从道理开出来的。那道理你要先知道。你说道理我们没学吗？我告诉你，我们的道理几乎是学完了。不过就是，以后不过就是越来越讲到哈那个修行的那个细微处了啦，而且就你真正去做了以后，你会发现什么地方有一些障碍，有一些不清楚，啊、哦，会觉得困难，熬不过去等等，都是在解决这些问题了啦。道理其实都已经差不多讲完了，同学们，你假如善听的话啊。哦，自己用功一点了哈，你善听的话，然后自己用功一点。善思维啊，然后最重要的生活上面，你知道五门定智量都要从生活下手，比较能够远离这个五欲，这个远离啊，这个有没有一个起厌？有没有厌？不是讨厌谁啊？讨厌什么东西啊？不是，是讨厌自己为什么一直在生死轮回里头那样的依依不舍。对于这个五欲啊，怎么那么坚固执着啊？怎么那么的啊，真的是缠绵悱恻。厌是厌自己这个啦，自己全部修行都是自心啦，自己啦，没有讨厌外面什么，外面谁让你，谁把你绑住啊？财色名食睡哪一个把你绑住？没有一个把你绑住啊，对吧？
他都是因缘所生法，他绑你什么？你自己去攀缘他，谁绑你啊？谁都没有绑你，是你自己攀缘他。你懂我的意思吗？所有的修行都是回到自心，往自己自心上看。起厌是这样，离染也是这样。你不起厌，你怎么离染？然后最后就会证解脱，解脱就是涅槃，烦恼的寂静，苦的寂静。烦恼是因，苦是果，所以叫烦恼寂静，苦寂静。同学，可能哦，你们还不是很，这个还不是很熟。假如你一遍一遍思维，一遍一遍思维，熟了以后，这些东西会自动串起来，它自动一个引申一个，一个引申一个，它会变成一片的。你不会用背的，背得很辛苦，不会，它自动会这样引发，这样明白吗？这样明白吗？不会，不会很辛苦。好，那就结束了啊、哦！我们只要闻了，我们只要念，最后没有念的，把它稍微再念过去，就正式的结束了。好，我们上次念到416页，广释的第一释、第二释结束，然后进到略义，416页下栏，复云：何知此中，就是现在讲的正知而住啊的略义。找到了没有？找到了没？416页的下栏啊。好，此中略义，略义有三个。好，看第一个，位于行时有五种业；第二个，位于其住时有五种业。第三个，行时住时正知而住有四种业。所以这个地方它是把前面讲的开九科哈，归纳成就是两个行跟住。刚才不是讲过了吗？结论可以就是结行跟住就好了啊、哦、动时跟静时，或者你说语跟默也可以。好，结成行住。所以现在就讲行是什么，住是什么，跟行住如何正知而住，所以也是一样开三科，跟上面我们在讲那九科的时候，每一科都开三科，完全一样的文法结构，对不对？好，开三科。好，底下一个个解释。第一个，云何行时有五种业？一者身业，二者眼业。它特别眼业标出来哦，啊、哦，我们大部分呢、哦，三业的行为啊，哈、哦，大部分呢、啊，都是最多的。我们三业行为，我跟你讲，你管好两个了，因为这两个是，一个是眼，一个是嘴巴，一个眼，一个嘴巴，这样知道吧？管好这两个最重要，一个眼睛，一个嘴巴。我们心的分别哈，第六意识心的分别，你眼睛一看就立刻就分别了啦，眼睛一看立刻就分别。现在这个情形更严重了，现在这个情形更严重了，一天到晚舍不得把眼睛跟那个手机啊分开，好吗？你就看嘛，它唯一的好处就是以后啊，你的眼睛哈、啊，不用管它了，它会瞎掉，你就不用管它了。会哦，你知道为什么现在黄斑部病变跟那个青光眼那么严重？本来以前黄斑部病变或者青光眼都是高度近视在老年会发生的一种副作用，对不对？可是现在很年轻啊，很多年轻人就开始黄斑部病变或者青光眼了。小心一点，真的小心一点。而且同学们啊，
你假如正确的用手机哈，自己管得住自己了，正确的用手机，它当然有非常大的方便嘛。它毕竟是现在哦，这么进步的科技带来的方便。可是大部分的人，你自己看看，你自己想想，很容易明白的，大部分的人用手机都不是正确的使用手机，对不对？有很大的副作用。这是一个在德国做的哈，那个田野调查。田野调查的意思就是实际上。做那个大数据分析啦，每一个实际个案，他做的大数据的分析，曾经有一个调查，全世界的、全球的调查，怎么用手机，那个用手机的习惯，在那个调查里头有一项数据，哦，很让我触目惊心，就是他的调查有分成哈，用手机的，你为什么会那么喜欢用手机的？你总有一个，就是你用手机在干嘛？你有一个原因啊，或者有一个目的啊，或者有一个什么东西啊，对吧？所以它有分层，比如说你是找资料啊，对吗？好，你是干嘛干嘛？其中有一个是社交，叫做社交。你为什么用手机？那个原因是社交行为。人家听得懂吗？听得懂对不对？而在用手机是属于社交行为里头，全球第一名叫做台湾。台湾人在用手机。大部分是属于社交行为，他什么？他是怎么把你的用手机的行为归纳以后说你是社交行为呢？他是这样的，你都在用脸书，用脸书的，他的归纳就是属于社交行为。为什么？因为脸书发明出来的用意。就是社交，做社交用途，做社交行为。台湾人用手机用的最多的是脸书，社交行为需要吗？全部都是戏论，戏论还不够吗？戏论还不够吗？戏论熏习，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戏论熏习。乐着戏论熏习为因所生一切种子，然后亦熟视。三界啊，这个生死轮回是怎么来的？乐着戏论，你戏论还不够吗？然后还有很多，所以一定要管好小孩子用手机，因为它里头它的分析非常的全面了，面面俱到。它里头就很多，比如说用手机哦。用这种非常非常快速的这种资讯哈，这种工具啊，它的副作用啊，比如说不耐烦，会吧？要越来越快，越来越快，为什么？为什么追求那个速度越来越快？因为你不耐烦嘛，因为你不耐烦嘛，这样懂吗？越来越没有耐心了，然后没有耐心，换句话说，就是越来越不能够专注。专注于一个所缘，深入的学习没有办法啊！就这样子，我的老天啊，那个，你被那个手机这样子哈，不知不觉的养成，你的那个都会改变了，就是你的那个，你的那个性格都会被改变，所以他那个里头最后的。有一些建议啊什么的哦，就非常强烈的建议哦。小孩子从一开始，因为小孩子不可能不用这些现代的科技工具，是不可能的。他们是属于原住民了啦，不可能不使用的。所以提醒父母一定要非常从小孩子一开始使用。现在小孩子开始使用是非常早，幼稚园的时候就开始了，哦，更早。这不负责任的父母啦，我看到好多，在那个捷运上，你会看到那个不负责任的父母，把手机塞给小孩子，让他不吵、不吵、不闹，然后他自己就可以玩手机，这样。强烈的建议父母，就是小孩子一开始使用这些工具的时候，你就要陪着他，陪着他，而且它里头非常有趣，他有访问呢、啊，就他的田野调查里头哈。有去访问那个，这种重度的
这种手机的使用者，他叫做重度啊。我们这种重度还不算，还有更重度的，就是他的工作是要用的，比如说像是 Google 啊，有没有？哦，那个像这样子，有去访问他们，就他们的公司现在有强迫员工哦，每天要有一段时间离开手机，离开他们的这个工具，甚至于公司里头开办那种静 meditation， 不管他怎么翻译，有开办这种班，静坐的班，静心啊，静什么的班，他们已经发现，假如不离开的话，每天这样一直黏在上，那是他的工作呢。但是你一直黏在上面的话，最大的副作用是降低你的创造力。而他们那是属于一种非常需要创造力的工作，对不对？会降低创造力。所以同学们呐，哦，工具本身没有好坏嘛，任何一个外境都是嘛，哦。没有好坏，没有好坏，任何一个外境都没有好坏。为什么没有好坏？因为外境无相，你还记得吗？外境什么相？外境无相，任何一个外境都没有好坏，它根本无相，它哪来好坏？好坏起于心，你自己的心，嗯。好，这里就讲这些哈，眼呐，我看到眼在，嗯。身业眼业啊，好，肢节就是你的身体了，你的身体啊，这个肢节就是关节了啊。一切肢节业衣钵啊，持衣钵、衣钵业、饮食业等等，如是名为行识五业。若未若说言，若往若还，我们在讲若往若还的时候，此言显示这在讲什么？在讲行识的身业。若复说眼，我们在讲若睹若瞻的时候，此言显示行识的眼业。若复说眼，若屈若伸的时候，我们在讲屈啊伸啊，这个话在说什么？此言显示行识的一切肢节业。都一直这样子了哈，一直这样哦，快一点了。若复说眼，此称节子及衣钵，此言显示行识衣钵业。若复说眼，若食若饮，若淡若长，此言显示行识的饮食业。好，这就第一颗。第二颗，云何名为住识五业？一者身业，二者语业，三者意业，四者昼业，五者业，这些都是就是不同的分类而已。同样的事情，我们用不同的分类，只是这样而已啊。内容都是一样的，只是把它在做不同的分类，可以吗？嗯，若为若说言，若行，若住，若坐，此言显示住识身业。若复说言，若语，此言显示住识语业。若复说言，若卧，若默，若解劳睡，此言显示住识的意也。若复说言，若习觉悟，此言显示住识昼夜、夜夜、深夜、雨夜。你看，包括这么多，你有没有发现，虽然讲的是觉悟、中夜睡眠，但是他说此言显示住识昼夜、夜夜、深夜、雨夜，每一个都包括呢。所以睡觉不是说就是中夜睡眠你就可以学瑜伽了，天下没有这么便宜的事情哦。是从白天开始，有没有？白天精行宴坐，从顺藏法休息起心呢。你要从顺藏法，就是那个引发五盖的啊、哦，那些顺随顺会升起障碍的那些法，你去对治掉五盖。白天一直在这个上面用功。惊醒宴坐，然后该睡的时候就去睡了。可是你白天用功的后四力，记着，不是起坐意，这一点你以后会越来越明白。你只要一起坐意，它就会一直阿陀那斯，就是第七末那斯。好，我们晚上睡眠的时候不起坐意，起坐意你怎么睡？睡不着啊。不起坐意，但是白天的后四力还在，它就会轻轻的划过
你的第七摩那识进入了阿赖耶识里头，成为一父一子心，也就是善根菩提种子，有没有很美妙啊？这才叫愚切嘛，要不然怎么会愚切？愚切个鬼！这个跟催眠一样啦，你只是不要到外面去做那种乱七八糟的催眠，把你那个深藏在阿赖耶识里头的那些，谁知道真的假的？人家告诉你说你，可是他的那个是不是跟催眠很像？你，好了，别讲了。好，第三个。云何名为行时住时正知而住所有事业为初一彼行业住业岂如是业、哦、前面都讲过基于彼业安守正念不放逸住重点安守正念、哦、当知此业就是白天晚上的身与意三业这个叫此业正念所摄不放逸摄若于世事事处事时如量如理如其品类所应作者即于此事此处此时如量如理如其品类正知而作你有没有看到假如没有前面的东西是没有后面的正知而住的 你什么都没有学你就说你正知而住没有了没有这种事没有正念就没有正知正知而住是提醒你你要念住哦你思念了要晓得哟这叫正知而住假如你思念了都不晓得那就不正知而住了那就不正知了啦这样明白吗没有正念是没有所谓谈不上的正知谈不上哦它不是能够单独成立的好最后总结彼由如是正知作故你在前面加上正念彼由如是你在前面加上挂号加上正念没有正念没有正知了前面那么多都是要念住的正念的哦。彼由如是正念正知作故于宪法中下面包括两个一个宪法一个当来世第一个宪法于宪法中无罪无犯无有恶作你就不会后来就误作就不会后悔、哦、生一些调悔出来无有恶作无变无悔第二个当来世于当来世亦无有罪生坏死后不堕恶趣不生一切那落家中地狱中为得为了得到还没有得到的所以要积习嘛要积习嘛资粮什么资粮菩提资粮如是名为正知而住所有略意前面广分别现在呢略意一切种名正知而住结束此科好就五门定资粮结束好下面讲善有性可以吗好同学请看到现在我们要进入卷二十五我们写到卷二十五了要很欢喜啊好卷二十六就开始修止观卷二十五表示我们呢、哦、在修止观之前呢、啊、要积聚的资粮都具足了真的很欢喜、嗯、还记得吗我们学到现在都在讲二谛的资粮有没有你记不记得在讲二谛的资粮二谛、哦、二谛有不同的讲法、哦、就是都可以啦第一种所谓的二谛就是止跟观这叫二谛或者二谛是讲世间道跟出世间道这个也叫二谛二谛的资粮二十五卷结束就结束了
我们都具备了止跟观的资粮了，然后就开始随顺修止观了，不是正修止观，随顺修止观。随顺修止观一开始就要讲取所缘呐、去到老师那里怎样怎样啊，然后会教你取所缘呐、取了所缘以后修作意啊，这就是修止观。那取所缘要讲什么呢？哎呀，对治五盖啦，对治五盖啊。同学们啊，学唯识法相，大家都说要耐烦，要耐烦，因为他实在是太有学问了。其实你有没有发现，不是他都有多有学问，哪有什么学问？不是说他多有学问，是他需要反复又反复，反复又反复，对不对？所以你必须要耐烦嘛。你不会觉得吗？一直在反复，对吗？为什么需要这么多的反复？嗯，因为我们习气坚固嘛。你假如还一面学一面在栽培自己的习气，那你要学到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去？你会先去地狱，我看了，对不对啊，同学们？所以很，你自己要升起一个警觉心啦。我一方面要赶快尽可能的不要再坚固我的习气了啦，对吗？另外一方面，你才比较有机会让你的菩提种子，就是善根啦，你的善根啦，你的那个资粮啦，赶快积聚嘛，赶快积聚嘛，要不然你这个资粮老是积聚不起来，你那个习气还越来越坚固。习气最重要的习气就是迷眼种子，你自己也知道迷眼种子怎么来的，细论来的嘛，细论的熏习嘛，乐着细论熏习为因嘛。同学，假如你发现你自己还是很免不了，很喜欢去听那些谈那些，哎呀，一堆人聚在那里在说什么，赶快跑去听一听，那你完了。要看得到自己的习气，好不好？要看得到。也许一开始，假如那是你很严重的习气的话，你就要想办法勉强了克制自己的习气，啊、假如你本来就不是那样子的人，你本来就不是那样习气，那方面的习气本来就不是那样的话，哦，修行就会，你看看你有没有别的习气啦，反正就是对治习气啦，因为我们本来就是本质清净。都是在对治习气而已，对治习气而已。你只要把习气慢慢清净了，清净了，清净了，你本质清净不是本来就是那样吗？镜子本来就是干净的，干净的镜子我们叫做明镜而住，对不对？同意吧？干净的种子它是干净的，干净的清净的种子，它那个造性不是就自然而然显发吗？对吗？完全一样的道理嘛，你不过就是把镜子擦干净而已。嗯，好，下面要看善有性了哦。我们怎么观察是不是善知识？这个善有性，好，有八个因缘，它能够被哈，就是认为是善知识，有善有性，要具足，就是底下说的八个因缘。不过同学们，你看了以后就知道，这是很难、很困难的。你要拿着这八个条件去找善知识，你这一辈子大概不要学佛了。所以这里头有特别重要的，你要守得住。就是第一个，永远我们瑜伽师地论里头哈，在标的时候它可能开出来好多个，对不对？最重要的永远不是第一个就是最后一个，大部分时候都是第一个，所以第一个是总标，就是总说，那个标标出好多个的总标，它是总说，
后面的都是他的别墅，通常都是这样，你自己要会看。所以这八个都要具足是不容易的。那假如没有办法八个都具足的话，最重要的是哪一个？就是第一个安住境界，明白吗？所以你也是这样子啦齁，你外面很多会出事情的，会出事情的，我不要直接讲好不好？都是犯在第一个，这样明白吗？好，第一个最重要，然后犯在第一个，几乎80%-90%就都是在财跟色上面。第一个犯在第一个财跟色，我们开始看417页上栏啊，导出第三行，云何名为善有性？为八因缘故，因知一切种圆满善有性，就是圆满善有性的一切法，一切种就是一切法。圆满善有性的一切法底下分成八科，何等为八？为如有一，你们就自己啊，不要有八个。第一个安住境界，第二个具足多闻，第三能有所证，第四性多哀悯，第五心无厌倦，第六善能堪忍，第七无有不畏，第八语句圆满。好，下面开始解释啊。第一个最重要啊，第一个就是这八科里头的总说了。第一个，云何名为安住境界？为安住具界，善能守护别谢律仪。别谢律仪就是一个一个的，比如说我们在家人来说，我们的别谢托律仪就是五戒。那比丘有比丘的，比丘尼有比丘尼的，这样明白吗？哦，好，别谢托律仪如前广说。乐沙门性，乐婆罗门性，你看这两个，乐沙门性，沙门性就是修行，修行人叫做沙门，所以沙门性是什么？就是你好要修行，叫做沙门性。婆罗门性呢，在印度哈，婆罗门代表有智慧的阶级，就是有智慧的人啦。因为印度的人呢，婆罗门他们也就是好像。现在讲的专门做学问的啦，那个叫做婆罗门，所以就是有智，代表那种有智慧的阶级。所以乐婆罗门性，它的意思就是乐于什么啊？开发智慧，学习好智慧。所以乐沙门性，你好要修行，修行的目的是什么？开发智慧呀、啊，开发智慧呀、啊。所以乐婆罗门性。不是乐于去当婆罗门，不是这个意思，明白吧？哦，乐沙门性，哦，不是叫你去当一个什么沙门，有外道啊。不管怎样，他的意思就是修行了，乐于修行啊、哦。乐沙门性，乐婆罗门性，好。然后为了什么？为自调伏，为了自己要调伏三业，为自极静。你调伏三业，慢慢慢慢就会极静了。等到极静的结果就是涅槃，极静的结果就是涅槃。所以涅槃有两种极静，一个烦恼极静，因极静啦，一个苦极静，果苦是果，果极静，这样明白吗？都是从哪边开始？从自调伏你的三业开始的嘛。对不对？那你调伏你的三业要怎么办？要乐沙门性，乐婆罗门性啊！你这样明白了没有？他都是要导到那个结论了。什么结论呢？为自涅槃，所以修行正行。好，你有没有发现？
这一颗叫做安住境界，可是它直接给你导到涅槃，所以皆为无上菩提本嘛。没有问题吧？这句是总说呀，所以很重要啊。如是名为安住境界，好，短短的可是很重要，它是总说。好，第二个，云何名为具足多闻？为若有法宣说开示，具足多闻。我们下面要讲闻正法了，闻，你要具足多闻，一定是有说法的人嘛，才有听法可以听嘛，这样明白吗？所以那个说法的人，他必须具足多闻嘛，这样能不能够？你逻辑一通就觉得很容易了哦。云何名为具足多闻？为若有法宣说开示，你要有法呀。这法怎么来的？闻思，闻思，闻思。那假如大家都要闻思，你我都一样闻思。那假如你要讲给人家听的话，你必须自己先证明一下嘛，对吧？证明一下那是可行的，做得到的，对不对？你 听得懂的，你自己都搞不懂，那就变成消文了。由法宣说开始，初中后，从初到中到后，他只是讲一个，就是初中后，不是一触可及的，必须经过初中后这样子，都很善，初也善，中也善，后也善，这样初中后善，文艺巧妙，独一圆满，清白泛横，于如是类众多妙法能善受持。底下言善通利，意善寻思，见善通达。你自己不能只是言善通利，你要能够意善寻思，还有呢，多多少少要见善通达啦，这样知道吧？真的见善通达 是通达位了，就是见到位的圣人了啦。哦，所以书上啊、书上才有交代，真正讲经说法，我是绝对没有资格的。你讲这些东西的时候，你不要拿我当做那个，我没有这个资格的啦。真正讲经说法，一个具足资格的人，必须是一个通达位的人，就是像现在这里讲的这样。那我是绝对没有的，我已经有跟你讲了。好，言善通利，意善寻思，见善通达，如是名为具足多闻。第三个，云何名为能有所证？未能证得，证得什么？这底下一大堆的法相，同学们，假如是非常重要的，我一定会跟你解释。假如我没有解释，就是这样念过去的话，表示你们自己去查法相字典就可以了，知道吧？好，好，底下要证什么？先讲十想观，十想观是哪十想？胜无常想，无常苦想，苦无我想，厌逆实想，一切世间不可乐想，有过幻想，断想，离想，灭想，实想。这个叫十个，那个十个，八九十，十个十想观。这个十想观我们进到26卷以后会详细的讲，现在只是念过去。同学，你很想要，你没办法，你真的很想要知道的话，你就自己去查法相字典，好不好？这是十想观。好，它的主要的内容哈，就是四念住要修的了。世间哦，这个世间从无常下手了，哦，无常嘛，一切都求，一切都求是求不到的，求不到的，求不到的，你真的要牢牢记着。既然求不到，那你还求，你不自讨苦吃吗？对不对？对不对？大部分的苦
几乎99%的苦都来自于求不得啦。求不得，你所爱的，你不想别离，很大的苦啊！亲人会别离呀、啊，很大的苦，很大的苦，很大的苦，对吧？做父母的最觉得想都不敢想，最怕的事情就是白发送黑发嘛。不是别离的苦，是爱的苦啦，所以叫爱别离苦。我只是举个例子啊，对不对？哦，你真的明白无常的话，你就知道这是必然的事情，但是还是会苦嘛，还是会苦嘛。我们带的这种情执是俱生的，还是会苦，但是你至少知道。你至少知道要怎么想，不会怨天尤人的。哎呀，哭天抢地的，我做了那么大的布施功劳，怎么还会碰到这种事啊？老天爷啊，你不长眼啊！这佛法是骗人的呀，不是什么什么什么，做了那么大的布施的功劳，还让我什么什么被人家骗呐、啊，倒了多少钱呐、啊，等等，你就不会讲这种话了啦。你懂我的意思吗，同学们？哦，懂。所以这每一个我们在。明年度26卷以后都会详细讲的，啊，现在就不讲了。你只要懂的话，你知道吗？世间根本本来它就是不可乐嘛。下面有没有一个世间不可乐？本来就是这样嘛。所以佛说苦是圣地啊，苦真的是圣地。你要好好想一想啊，苦是圣地呀，苦是圣地。所以每个人都会苦啦，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啦。苦不怕，苦本来就是实相嘛，所以有什么好怕？可是你从苦里面什么都学不到，那你就真的是可怜了，你真的就是可怜了，白白受苦去轮回。你这样懂我的意思吧？你从苦里头，不管什么苦，你一定学得到什么，你就会反过来感恩那个苦了，同意吗？好，这就是这些。好，这个十想观下面从不净想开始就是九想观，九想观我们前面略略提过。九想观好，底下开始，不净想、轻于想、浓烂想、破坏想、膨胀想、淡实想、学徒想、离散想、古所想，这九个九想观。好，在下面观察空想。这个观察空是要好好学的，你不要胡思乱想，自己在那边观察空，你哪会观察空？观察空是要从观察缘起，观察，正确的观察缘起就是因缘果建立啦，你就会得到缘起的另外一面，它是同时存在的，所以我们说另外一面就是自性空，不是你自己胡乱想啊。看着墙壁，它是空的，空的，空的。结果就是我撞墙算了，不是这样子哦，你不要乱来哈、哦。不是这样子，观察空想，好，再来。复能证得，下面讲四禅八定，下面是开四禅八定，最初净律、第二净律、第三净律、第四净律，空无边处、事无边处、无所有处。到最后的非想、非非想处，这是四禅八定。好，再下来，又能证得慈悲喜舍，这个叫四无量心。假如你真的那么想知道，你就自己去查法相字典，法相字典里头全部都有，很清楚的。他会解释名相了，解释得清楚，但是怎么修，那你就等明年再说了。好，在下面就是得果了，得果了哈，从有学到无学，下面就是得果了。好，得果，先讲四果，再讲阿罗汉的神通，这样，或欲留果，或依来果，或不还果。好。假如你是用禅定证到的，底下就会有神通。
神通啊，或神境通，或宿住通，或天耳通，或生或死生通，或心差别通，成就了阿罗汉。这个哈，他用的名称哈，这里用的名称跟我们一般用的名称也许有一点不一样啊。比如说神境通，就是我们讲的神足通；宿住通就是宿命通；天耳通一样，死生通就是天眼通；心差别通，他心通。啊，名称稍微有一点不一样。或者下面讲的具八解脱，啊，净律等定。净律等定就是前面讲的四禅八定啊，有大堪能具大势力，能善为他现三种神变，三神变下面有 PS， 现三神变教授教戒，三神变者，第一个神力神变，第二个技说神变，第三个教导神变，这是先标，底下解释。如是名为能有所证。哎，他到这边了，神力神变，即说神变，教导神变，他只是标名字啊。好，这都是禅定证得的。好，我们下面要讲第四个了。第四个，云何名为唯性哀悯，位于他所。常起悲怜，乐于其义，乐于其利，乐于其乐，乐于其处。那个念其，我有听人家念以，要念什么？那个字就是欢喜啦，哈、哦。好，乐于其处，乐于安稳，乐如是名为唯性哀悯。唯性哀悯，心很柔软，这些都是柔软，心很柔软。嗯，那个在这里头不是啦，这里头不是清安，在七觉支里头的话，七觉支里头有一个，你叫它是清安觉支也可以，或者你叫它七觉支也可以，可是这里不是那种，不是那个意思啊。七觉支有一个叫做，那等到七觉支再讲了。第五个，云何名为心无眷厌？为善能示现，善能教导，善能站立，善能庆畏，处于世众宣说正法，不辞劳倦，翘情无惰。启发圆满，唯性好乐，发勤精进，或者唯性好药，做动词，好药什么？发勤精进，如是名为心无厌倦，就是勇猛精进啊，精进的意思啊、哦，心无厌倦，厌倦。做很多这些事情，他该做的而已啊，有什么好厌倦的？嗯，常常自己，我说我们哈，常常自己问自己嘛，常常自己问自己嘛，你这一辈子活到这把年纪，你认为怎样？问自己啊，你认为怎样？想一想，你认为怎样？假如你还觉得，哎呀，啊。五欲六尘的追逐没有结束，没有不够，没有结束，那你就继续追求嘛。可是假如你已经觉得五欲六尘，有的人从小就已经觉得了啦，这个就是财盛名食睡嘛，我活一辈子就是为这些财盛名食睡。有的人就觉得他一辈子的幸福快乐啊，做人好好哦，财盛名食睡。可是假如你不是这样呢，你不是这样呢，嗯，你假如不是这样的，你想一想这一辈子来了到底为什么？都已经马上，在座也是很多人都马上60岁70岁了，你觉得呢？这一辈子差不多了，回头看看就这样一辈子，你觉得呢？你常常想一想这件事情好不好？你就不会心就不会厌倦了，就会精进，啊、哦，
好不容易哦，这把年纪哦，我终于觉得活着很好，很好。为什么很好？因为学佛了，是因为学佛让你觉得很好，你知道吗？因为学佛让你觉得人生很有意义。否则人生有什么意义啊？我问你啊，人生有什么意义？人生没有意义，是你赋予它的。你赋予它什么意义？人生就是为了美食。你说多少人是不是这样？好嘛，可以啊，随便你啊。可是假如你不是呢？你不觉得人生就是为了美食？这有点太单薄吧？哈，美食虽然是不错啦，哈。也不至于做你人生的意义嘛，对吧？你说人生的意义是要做总统，哎呦，不至于吧？不至于吧？对吧？人生的意义是要做一个啊，赚大钱呢，不至于吧？不至于吧？所以到底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你还找不到嘞。假如不学佛的话。你只觉得那个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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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个你看来都不是，但是到底是什么？你找不到的，是你赋予它意义，但是你不知道怎么赋予它意义，你找不到。你有没有这样子感受过？你觉得没有出路，真的是在你生出来就在一个监牢里头，三界如火宅，这个，尤其我们还是在欲界这个火这个。监牢里头一样，你找不到出口，不知道，真的不晓得光明在什么地方。一直到学佛以后，你觉得，哎呀，原来是这么回事，有那个出口，那个光明现出来了，有没有这种感觉？常常回想一下，回想一下，哦，你的心就会生出力量来，你的心，哦，就会让你不会这么劳倦，不会的，不会的。你的心觉得每天，哎呀，好高兴哦！今天活着，又可以在法上面哈、哦，这样子，好高兴哦，好高兴！这是最大的能量，感恩。尤其你感恩的是，感恩的是这样，不可比拟的就近的意义。人生还有什么比它更有意义？你说呢？有，你来告诉我，对吗？天天想呢，哦，啊，每天啊，每天好高兴啊，每天很高，每天我今天一天又没有白过，晚上保证你会修，觉悟于前，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哎呀，好高兴，我活着，活着，人生很有意义，还不绝对不会是今天早上起来了，哎呀，今天要干嘛？真是的，无聊。不可能这样子嘛，不可能，可以吧？啊、哦，这个就是看你怎么想哦。好，我们要讲很重要的了。第六个，云何名为善能堪忍？就算你这样子想，哎呀，这个，学佛真好，你还是会觉得有很多要堪忍呢、啊，堪忍。云何名为善能堪忍？为骂不暴骂，嗔不暴嗔，打不暴打，弄不暴弄。弄就是人家玩弄你，对吧？你在办公室里头花了多少的心力，多少个晚上啊，加班呐、啊，熬夜啊，做出来的还不错的一个东西，就被你的长官，你要拿给你的长官嘛，你要拿给他看嘛，对吧？然后从他那里才。往上呈报嘛，到他那里以后，你的名字就不见了。居然连大学教授都会做这种事，所以想想看，你办公室的老板做这种事，也不算什么嘛。就像这样，这个就叫做弄，你被人家捉弄了，知道吧？玩弄了，原来他。这样看重我，鼓励我，讲了一堆的好话，唯你以重任啊，是这样子，这个叫弄，弄不暴弄，堪耐追处，啊，这就，
还不至于吧哈，连锥杵都上身了，这堪耐锥杵还不至于吧哈，这还堪耐锥杵。余诸逼迫俘虏金币捶打毁辱破鞋砍截，哇，刀都上来了，众苦世中怎么想，自推己过，以业易熟为所依去。到这边世间第一智慧，易熟无忌。哎，这不是在阿 Q 精神哈，千万不要这样。就是你不管碰到什么样的境界啦，好的境界那就不要讲了啦，这里讲的都是逆境嘛，这边都是嘛。这种一般人看起来真的是莫名其妙的，这些逆境莫名其妙哎，就跑来了，这些逆境啊，你要怎么想，要怎么想，就是易熟无忌，你知道吧？你不管碰到现在它已经是易熟了，就是现行法了嘛，易熟了嘛，你就这样子想，既然已经都是现行了，易熟了，我就接受嘛，我就接受，接受就是这样， I pay， I pay， 我接受，我买单， I pay， 买单啦， pay 不是买单吗？就我买单，碰到了就我买单，碰到就我买单。为什么是你碰到不是别人碰到？所以你要自推己过，而不是莫名其妙。真的莫名其妙了，真的莫名其妙了，莫名其妙只是因为我们都有隔音之谜，不知道以前我们做过的事，对不对？所以你也不必去想嘛，你管他，反正都已经是现行了，你不要管他，你就买单就好了啦，立刻就结束那个相续，不要让他继续这样相续不停，你立刻就买单了，不要让他再相续了，可以吧？先把那件事情那个行啊到那个地方，先不要让他继续相续，你的心平静下来，平静下来才能够如实知如实见。你不要以为这件事情很划不来，这件事情才是划得来的。人家都已经什么骂不报骂，不骂呀打呀什么什么的，难道你要跟他对骂回去，你要跟他打回去，你神经病啊你啊，你懂我的意思吧？那才是笨的人做的事情，你再跟他骂回去，你跟他打回去，就这样子相续要到什么时候才结束，对吗？还搞到哈，你这一辈子已经还没有出完气，还跟你的小孩说，记着谁是你的仇人。好，那是很划不来的事情，你要已经是现行了，它是果，你不要让这个苦果转变成苦因，苦果让它到此结束，哎呸，我买单，否则它会再相续，就转变成苦因了嘛。你说天下是不是很多这种人，很可怜呢、啊？真的很可怜。他以为去报仇、去干嘛、去干嘛，是比较公平的事情啊。不是这样，因为我们都不知道，我们都有隔音之谜，都不知道以前的事情，什么叫做公平，根本不知道。你听得懂我的意思吗？你就买单就好了，然后呢，让你的心恢复平静了，才能够如实知如实见，不要那个水面哈、已经起了波浪了，你还要已经起波浪了，你还要继续的让它那个什么什么啊，不管你是丢石头也好，或者你干嘛也好，让它继续那个波浪波浪，你要让它赶快恢复平静平静，你才能够如实知如实见。这才是一个有智慧的人、他的想法。这佛告诉我们的世间第一智慧，易熟无忌，这个叫做易熟无忌，不要让苦果相续又成为苦因，可以吧？好，下课。好，同学接着看417页下栏第三行，这里说哦，善能堪忍这个地方说，于众苦事啊，怎么样自推己
过，以业易熟为所依去，终不于他发生愤恚，亦不怀恨随眠不舍。如是虽遭侵凌毁辱，而其本性都无变改，唯常于彼，就是那个对你哦有什么什么侵凌侮辱的那个人，思维毅力。好，到这边为止。那这一段很重要啊，这就是佛说啊，世间第一智慧一熟无忌。同学，刚才中间休息的时候，我抄了一段文字给同学啊。这个地方哈，他这段文字写得很好，是因为他最后写了一个非是于他。你看到有没有？他说我们哈，这种，我今于此无毅力苦。你人家打你回过去打，人家骂你回过去打，这没有什么毅力的啊，这有什么？这对你有什么毅力啊？有什么真实的好处呢？哦，你说会有啦，出一口气啦。好，我今于此无毅力苦，若不忍者，复为当来大苦因处。刚才讲了很多，我若于此大苦因法，我就随顺转者，我就随着这个法，我就这样子转的话，变为于己自作非爱，自生劫富，自心怨害。同意不同意？同意吗？都是你自己嘛，受害的还是你自己嘛，非是于他嘛，非是于他嘛。我们应该很有经验啊，人家骂你一句，你记了十年，人家早就忘了，完全不知道，完全不知道。在这十年里头，你看了他心里头就一股气，人家完全不知道。你每次一遍一遍的回想他骂过你那一句话，那个完全是你自己啊，自作非爱，自生劫富，自心怨害，跟他有什么关系？跟他有什么关系？这些非爱、劫富、怨害，非是于他，同不同意？同学们，好，这段文字真的很精彩，对不对？这是智慧啊，智慧生力量，力量，智慧生力量，那个智慧所生的力量，才是我们堪能性的由来。这一段哦，来自于啊、哦、人事。那下面有一段是来自于外面的环境，又能堪忍寒热、饥渴、蚊盲、风日、蛇蝎、恶畜这些环境上面的啊、哦，同学们，我们现在大家的居住环境啊，或者是你行为的时候所接触的环境都不至于啊，可是还是要小心自己啊，是不是跑到一个危险的地方去啊？好，在下面，他所干犯掺毒的语言，身内所生猛力坚劲，心处切心。夺命苦受，所以罗什大师会翻忍辱啊，会翻忍辱啊。唯信堪忍，能有容纳，如是名为善能堪忍啊。这八个里头最重要的当然是第一个嘛，那是总标义嘛，就是安住境界。然后接下来，同学们，对我们日常的生活真实的日常的生活最有关系的就是这一段。底下第七个，云何名为无有部位？为除大众说正法时，心无确裂，身无暂掉，便无误失，终不由彼却具因缘，为诸部位之所逼切，亦不流汗，身毛不束，如是名为无有部位。同学，假如有机会练讲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了，腋下会流汗，身毛会部位，这就叫做部位
好，第八个，云何名为语句圆满？为彼成就最上首语及美妙语。哇，圣贤了语啊，这个比较重要吧？哈，圣贤了语亦误解语，乐欲闻语，乐欲闻语啊，无违逆语。无所依语，无边际语，如是名为语句圆满，言辞巧妙。啊，他要求的实在太多了。我讲过，你不要用这八个来要求我，是我从来没有说过我是你们的老师啊。成就如是八种因缘，好，底下有五个功德相，五个在白板这边有写。八个因缘我们已经广遍过了，已经解释了。下面讲五个功德，由这五个功德，所以他才为善友。这样明白吗？那八个因缘是资格，是条件。可是具有那样的资格条件的，会成就我们要说的五个功德。由于有这五个功德的缘故，他就成为了善友。这样明白不？好，底下要说五个功德。五个功德，第一个善能见举，第二个善作意念，第三善能教授，第四善能教戒，第五善说正法，这是标。然后下面解释，云何名为善能见举？好，未若有于增上戒毁犯死罗，有一个人呐、啊，他毁犯死罗啊。于增上鬼，鬼就是鬼则，增鬼则，鬼则毁犯鬼则。由见闻疑，就是这个善知识，他看到了，他见，他闻，哎，他看到这件事情了，他能够见举你，他能够跟你说那是不对的，啊，能正见举。只要有人跟你说，那你错了就改就好了，怕就怕根本没有人要理你。所以我刚才一上课就说，心里想一想，还有老师，而且老师还愿意骂你，这是多么幸福的事，对不对？就怕人家看你错的那样，就说随便你，你活该。那不是就，那真的很，那真的是很伤心的事情，对不对？好，很悲惨嘛。所以，假如有人看到你错能够见举，这是非常非常幸福的事，要好感恩哦，好感恩哦，啊。真实不以虚妄，他见举你的事情，当然他会说出来是什么事情嘛，对吧？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他看到你怎么样、哦、那是真实的，不是自己晚上做梦胡思乱想出来的，不是虚妄的，是真实的。好，这个地方讲的是真实不以虚妄，应时不以非时，事情发生了要赶快他就告诉你，而不是事情发生一个月以后他才告诉你。应时不以非时，饶益不以衰损，他的目的是饶益你，帮忙你，好，不以衰损。柔软不以粗犷，他讲话的方式是柔软的、哦、不是那种粗犷的，柔软的不以粗犷、哦、善友不以正忌，不是因为他正慧他嫉妒、哦，他是一个善友，如是名为善能见举，这样知道吧？善能见举，这些都是比较好哎。你碰到一个老师，你知道弘一大师吗？弘一大师他从来看到学生不对的时候，他不讲一句话的，他怎么办？你知道他怎么办？弘一大师，他不吃饭，所以。学生要是一看到老师又不吃饭了，哎呀，老天爷啊，大家就要聚在一起，自己互相，哎，谁又干什么事啦？老师现在不吃饭呢，谁又干什么事啦？大家互相就会检讨，对吧？有的时候你自己还莫名其妙嘞，老师都已经不吃饭了嘞，这样子大家互相检讨以后，知道谁又犯了什么错的话，就忏悔嘛，去向老师忏悔，
然后改过，弘一大师才会恢复吃饭。哇，这好可怕，这好可怕，干脆骂你一顿不是好一点吗？这好可怕。好，这是第一个，哦，善能见举。第二个，云何名为善作意念？为令意念先所犯罪，或法，或意。云何名为令其意念先所犯罪？他一个一个讲犯罪、犯法、犯意，哦，三个。云何名为令其意念先所犯罪？啊，为若有余，先其毁犯，而不能意。自己，要不然就是真的心太大条了，根本不晓得；要不然就是啊，他觉得无所谓；要不然就是他根本就忘了，反正就是不能意啊。那你要善作方便，令彼意念告言长老啊，还这么客气耶，哎，这么客气的讲话，你看告言长老，曾于某处某事。某时，这是真实的事，对不对？哦，不是自己这个妄想出来的。曾于某处某事某时，毁犯如是设类，做的事情要清清楚楚，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什么什么，把它讲清楚。如是名为令其意念先所犯罪，这第一个。第二个，云何命为令意念法？未若。有余，有一个布达伽罗啊，于先所闻所受正法，独处思念，独居静处，专精思维。好，所谓契经应诵，即别广说如浅，十二分教里头所讲的那些正法，彼若不意，自己想不起来，要令其意念，或复称述授予令意。诚心再想起来，这样好，请问劫难令意，如是名为令意念法，这第二个。第三个，云何名为令意念意？未若有余，于先所闻所受正意有所忘思，他自己妄念了，未作意念宣说开示，令心令显，又若有善，能引毅力，能引犯恨，九十所作，九十所说，比若忘失意令意念。我们说要正知而住，可是有的时候就思念很久了，都还没有拉回来到所缘上。那所谓的善友啊，就是这个时候他要让你令你哈，再意念起来。所以这个地方的意念有三个，你犯了什么过错，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法，第三个意。好，好，这是第二颗，叫做善作意念。好，第三颗，云何名为善能教授？位于远离，就是对于什么事情，你的教授叫做善能教授。你不要讲别的东西，有的没的，昨天电视剧演什么，那就不是这样子。要教些什么东西，叫做善能教授，这样明白吗？好，教些什么呢？位于要教远离的极静，啊，远离或者极静，这个都叫于且啊，就是于且就是作意的意思了。下面讲的作意止观。要在远离上面或者极静上面作意修止观，明白这个意思吗？哦，不是要讲一些别的有的没的这样子。时时随顺教授而转，时时宣说与彼相应无导言论，那个彼就是远离极静，要在这个上面，哦，常常宣说。好，所谓能去，他在前面是简单的讲，后面再详细一点的讲啊。所谓能去，能去什么呢？啊，能去，那个去就是要去入，要去向，
要朝向那个地方，要对着那个地方。所谓能去心离障盖，我们刚刚才讲完，修行最重要的对治五盖，五盖啊，哦，你的烦恼障、所知障，啊，你的那个，唉，不能够侵入法性，法性没有消失过，从来没有离开过，你为什么不能够见法性呢？你为什么不能够侵入法性呢？因为有障碍。那个障碍是什么？那个障碍盖覆了你的心啦。那个盖覆是什么？这样明白不明白？哦，这里讲的就是这个障碍。所谓能去心离障碍，甚可爱要，甚可爱要的思罗言论、等持言论、胜慧言论、戒定慧，讲戒的就是思罗言论，讲定的等持言论。讲慧的胜慧言论，解脱的言论，解脱自见的言论，不但要讲解脱的言论，而且连这个解脱的言论都要解脱，这样明白吗？先跟你讲，讲空，因为对治你的有，对治你的有见，然后要跟你讲这个空啊，它仍然是方便说，你把这个空。空空空，这个空空也不能做事，也不能做这种想法，这样明白不明白？讲空是对之有，那你不要执空啊！你执空跟执有是一模一样的，你执空就等于执有啦，明白吗？所以这个也要讲解脱，然后讲了这种解脱很多很多的解脱的言论以后，又要跟你讲解脱之见，把这个之见都要解脱掉，解脱之见。这样明白他的意思吗？讲了解脱，那不是应该结束了吗？不是，这个解脱，这个解脱是因为你系缚，所以要讲解脱嘛。你不是系缚吗？所以解脱嘛。这样明白吗？那你为什么会系缚呢？你为什么会系缚呢？因为你神经病啦，你乐着戏论啦，明白吧？不是有什么东西可以让你系缚，不是有东西让你系缚，是你自己乐着戏论，你神经病，这样明白不明白？所以后面所讲的东西哦，讲了解脱，还要再讲解脱之见言论、少欲的言论、喜足的言论、少欲喜足，生活上最重要就是少欲喜足，永断离欲。极灭、损减、无杂这些言论。好，再来随顺原性缘起的言论。刚才有没有讲过？前面有一个观察空，有没有？观察空想，有没有？在那边是不是就说过了？不是有什么空可以观察，空哪里可以观察？只有观察你自己堕相这一件事情啦。重点不是放在空，重点是放在相。只有有才会升起，你就是有，你才会升起执着嘛。什么都没有，你执着什么？不可能的事嘛，就是有嘛。那个有是错误的自见嘛，一定里头有误会了，是要把这个东西解开，这样明白吗？所以刚才就讲，观察空不是从空下手，是从缘起下手，缘性缘起。同学，随顺缘性缘起的言论，如是名为善能教授。好，这第三科，下面第四科，云何名为善能教戒？位于大师所说圣教，大师就是我们本师本师释迦牟尼佛。位于大师所说圣教，能以正法与毗奈耶平等教诲。正法我们叫教授，毗奈耶我们叫教戒，所以前面一直会看到教授教戒，教授教戒啊，能以正法，能以毗奈耶平等教诲，或规范师，或亲教师，或同法者，或于尊重等尊重者，如实之彼，随于一处违越毁犯，
便与时时如法呵责、制罚、驱兵、驱柄、令其调伏，即调伏以如法平等受诸利养。如什么和同小物收敛摄受，大家哈、哦，大家都还不是佛，佛是只有佛才究竟三业清净，大家都还没有成佛，所以难免啊、难免就是有的时候啊、会犯一些在行为上的就是罪啊、就是业啦，罪就是指业行，在业行上，在法上，在义上，难免有的时候啊、会思念了或者犯错了，这个时候最重要就是你同住的人，对吧？他们比较有机会看到，对吗？你同住的人比较有机会看到，所以那个时候要做善友啊、要善能教戒，那教戒以后就没事了。就没事了，就没事了，忏悔以后就清净了，就没事了。所以大家就是合同小物收敛摄受。好，于所应作及不应作，未令现行不现行故，于其积习及不积习，教导教诲，如是名为善能教戒。所以有那个六合敬哈、同住的啊，同住的一些啊，同行的、同犯恨的、同行的善友，真的好重要哦。好，下面第五颗，云何名为善说正法？位于时时能善宣说，初时所作无导言论，所谓思论、戒论、升天之论啊，有的时候是讲思论、讲戒论，你都不奇怪。怎么时候还有升天之论呢？你不能要求所有的人一开始所发的心都是无上菩提心啦。也许他所发的心，我们就叫做增上心那种心，有没有？他就是想要有一个比较好的业果报呢，最好就是升天了。假如还在轮回六道里头，最好就是升天了。所以有人会这样子想啦。那假如这样子想，你就先满足他，这样升天之论。于诸狱中，这个叫做诸狱啊，好，诸狱中，啊，能广开示这个诸狱的过患，开示了过患以后，你就知道要出离了。这个合起来，啊，在诸狱中能广开示，叫他不要着于那个狱诸狱的诸狱，我们叫着位啦，那个位，好。为什么我们会在五欲六尘里头不能舍离？这样的一生一世，一生一世还都不够，还都在五欲里头受欲，还都不够。为什么？就是因为五欲有畏嘛。所以说五色灵令人眼盲啦，因为它有畏，它有很可爱的静妙的畏嘛。那是你说的啦，可爱静妙的畏，你没看到它的过患。所以要告诉你他的过患，让你能够生出出离的心，这样于诸狱中能广开示过患出离清净平法，又于时时宣说超圣的，只有佛才说得出来四种圣地相应的言论，所谓苦论、集论、灭论、道论，四圣地的言论，为诸有情得成熟故，为诸有情得清净故，为令正法得久住故，宣说相应助办，随顺清亮有用相称应相应的相顺的名句文身所有言论，又此言论应时而发，因众见次相续具有，又要看时间，又要看地点，又要看那个众生的根基，
什么都要看了哈，看什么都要看这样子了哈。要除了气理是一定要气的啦，要不然就不是佛法了。这都叫做契机啊，随顺因缘，令其心庆，令其爱药，令其欢喜，令其永汉，无所贺禀相应助办。无乱如法，称顺众会，有慈怜心，有利益心，有哀悯心，不依利养恭敬赞颂，这下面都很重要，不自高举，不凌蔑他。如是名为善说正法。这五种功德就到此结束，有彼成就如是八支，这五种功德才能够算是你具足了一个善友的条件，就前面讲的八个条件啊，这是因为有这五种功德，于时时间善能见举，善作意念，善能教授，善能教戒，善说正法，重复一遍，是故说彼名为善友。如是广辩，善有信矣。下面讲略义了。复云何知此中略义？哦，略义。讲完了广辩，下面讲四个略义。四个略义。第一个，未若善有，心现心善稠密。他的看到这里，看到那里啊，他的心要很周到的啊。心善稠密，唯性哀悯，唯性哀悯，所以心要稠密一点。每个人呢，都是很多面的，他不会只有那一面，所以你不要只看到那一面，你就说他怎样怎样。你要常常看到，所有的人几乎都是有长处有短处，而且很多人根本长处就是他的短处，那个短处也正好是他的长处，所以你要心要稠密一点了哦。唯性哀悯，最初于彼乐为利益，你的出发心一定是要为他，你至少是要为他的利益，你这种出发心要具足了，你做不做得到另外再讲，你至少你的发心是要这样，明白吗？嗯，最初于彼乐为利益，乐为安乐。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又怎么分的？你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怎么分的？第一个一定是为，然后第二个开始就是又了。有没有看到底下？看到又的时候，就是又另外起，又另起一事，又。或者前面我们有的时候会看到复，有没有？那就是又另起一事。所以同学，你自己在分科的时候有这一点小小的技巧，好，好。第二个，又即于此利益安乐，前面讲的利益安乐，如实了之，无有颠倒，离颠倒见。啊。有的时候表面看起来好像是好的，是对的，事实上不是，事实上不是，哦，不要被那个眼前的短时间的一点点那种小小的那种什么利益啊，什么安乐啊，哦，你就忽略了它后面的会引发的那些副作用，那些长期来看是不好的，对，那个叫颠倒。要注意一下，离无有颠倒，离颠倒见。好，第三个，又即于此利益安乐，有大势力，方便善巧，能令积极，能令引发。积极什么？引发什么？哦，能令积极善根，信心念定慧，或者无贪无嗔无痴，能令积极。积极什么？善根。引发什么？引发什么？当然智慧嘛，学佛就是为了引发智慧嘛，引发智慧。积极善根，你看到积极啊，要习惯，
我们要积极的都是善根，知道吧？积极善根引发什么？引发就是引发智慧啦。学佛就是这样，积极善根引发智慧，净除障碍，所以叫净障即知。净障就是障碍，即知就是善根，积极善根，哦，才能引发智慧。在下面第四个小科，又基于此利益安乐，翘情无惰，启发圆满，唯信号耀发勤精进。精进啊，到最后不管你讲了多少，到最后都要结束在精进上。所以精进是大乘唯一善根，所以精进的业用啊，就是你能够满善。同学记不记得？从性开始，性为道源，功德母，性能够乐善，可是要精进才能满善，满善。这性业表啦，性业表里头的。好，这四个讲完了，当知有此四因缘故，摄一切种，就是一切法，摄一切法，种略圆满善知识性。就是善有性，如是名为此善有性所有略义。好，讲完了。若前若说广分别义，若此若说所有略义，一切总说为善有性。所有这些可以做总结，全部结到持戒清净里头，明白吗？下面开始讲，他下面哦说云何名为闻思正法？在这里我把它开成两颗，闻是一颗，思是一颗，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就把它单独叫做闻正法。那下面哦，下面到419页的上栏。比较就是在中间稍微偏左边一点，云何思正法那个地方再把它开一颗，所以这边就只说闻正法，这是第七颗，下面云何思正法是第八颗。好，先看第七颗闻正法哦。云何名为闻思正法？我们这边只是闻正法。为正法者，若佛世尊，若佛弟子，或者正士、正智、正善丈夫，这是能说的人，能说的人，能说的有能说的人才能说嘛？说什么？宣说开显分别照了，这个叫正法。能说的人所说的法，有能说人所说法，才有听闻这一件事，就是闻正法。底下解释，此复云何？就是前面说，宣说开显分别照了，此复云何？这什么意思啊？所谓契经应诵记别广说，如前所说的十二分教。是名正法。底下这个地方有解释，它下面有解释十二分教，前面已经解释过了，这里他又再解说一次。好。下面开始解释十二分教啊，云何契经？你可以自己标，你可以自己标，我就不念了啊，我就不念一二三四这样啊，总共十二个。云何契经？为婆伽梵，就是佛于比比方所，在各个地方为比比所化有情，为比比就是。一切普德伽罗他所教化的嘛，有情，一比比所化
诸行差别，要依着当时的因缘，所以佛所教化的就会有各种不同，各种不同。宣说什么呢？他宣说什么呢？他宣说无量，底下你看到这个有底下有七件事情啊，这七件事情都是我们三乘要共学的。他宣说了无量运相应语、处相应语、缘起相应语、时相应语、地相应语、界相应语。还没完哦，还没完。好，有声闻乘相应语、独觉乘相应语、如来乘，如改一个字，如来乘相应语，你这个地方打个括号刮起来，从声闻乘一直到如来乘相应语这边刮起来，这不是在那个 七个字里头，这个是指三乘要共学。然后底下道品，念住正断神足根力觉知道知，这七颗道品，也就是三十七道品相应语。知道怎么看吗？嗯，好，我们再看一下运、处、缘起、时、地、界、道品。有没有七个？没有漏哈。这七个哈，我们在什么地方学过？你记不记得《解深密经》里头，圣依地相品的时候，有一个地方说，那个有所得现观，记不记得啊？这七个都讲过啊。这个哈，你不要把这个哈，我们常常会觉得，哎呀，这小乘嘛，这个是。小乘嘛，不是，这不是小乘，这是三乘要共学的，所以它底下有说声闻乘要相应，独觉乘相应，如来乘相应，这是三乘要共学的啊、哦，同学们，这是根本法，根本法，千万不要说人家啊、哦，这是小乘，这根本法。从念住开始，哦，有七颗嘛，念住、正断、神足、根、力、觉知、道知，是不是七颗？这七颗就是包含了三十七道品嘛。四念住、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觉知、八正道，所以总共三十七个，三十七道品啊、哦，相应语。好，在下面，在下面，前面刚刚讲完七个。底下要讲两个甘露门，甘露门不净和习念，习念就是安般念，习就是出入习念，不净观和出入习念，也就是安般念，不净习念，诸学正净顶等相应语，诸学就是我们说的那个有学啊，我们都是有学嘛，出国二国三国有学，一直到四国啊，阿罗汉才是无学。那诸学诸有学正净等相应语，这个正净我们通常叫做四正净，所以它里头包括四个东西，四正净，佛法僧和戒。戒，佛法僧戒，假如你能够证到这个四正净，四正净就入了法性流，就入了法性流。入法性流以后，才有资格叫做有学。所以我们是连，你想要看到有学的话，我们是还不在这个资格里头哎，哦，我们都还那，你不说啊？那我不是有学，那我是无学吗？哎呀，那就误会更大了，误会更大了，那就误会更大喽。
集结如来正法藏者，设具如是种种圣语，为令圣教久住世故，以诸美妙名句闻声，如其所应，次第安布，次第结集，结集未能贯穿逢坠种种能引义利，能引犯恨，能增善妙义，是名契经。契的意思哈，契就是前面讲的能贯穿逢，把所有这些前面讲的这些名句文身啊、哦、那些东西哦，把它贯穿逢坠，这个叫做好像一个线呐、啊，把它贯穿逢坠。好，这个叫气的意思，这个就是气，气经。这是十二分教的第一个气经。下面第二个云何应诵，位于中间或于最后，宣说嘎达就是偈颂，偈颂五字的、七字的啊，这比较普通。那也有四字的、四字的、四个字的啊，也很少很少会见到三个字的，嗯，通常都是五个字的、七个字的比较多啊，这叫做。嘎达就是偈颂，或复宣说未了义经，是名应诵。那这个偈颂有的时候是在中间，有的时候是在最后，它在中间也好，最后也好，这个都是配合着长行文一起的。假如没有配合长行文的话，就会变成孤起颂，啊、哦，孤起颂后面会讲。好，在下面第三个云何记别，位于世中记别弟子，命过以后，此生过了以后，此生过了以后有一生，命过以后当生等事，命过以后这生过了以后会生到哪里去啊、哦？这样当生等事，或复宣说。以了义经，是名偈别。下面讽诵云何，讽诵就是孤起颂了。云何讽诵，为非直说是结句语，或作二句，或作三句，或作四句，或作五句，或作六句等等，就是单独只有一个偈颂的，是名讽诵。同学，这个地方只是很简单的复习而已。假如你都这样子复习你都还想不起来的话，你就要去看我们佛教基本知识里头讲得很详细，好不好？这里是简单的复习而已、哦、再下云何自说，位于世中不显能请卜德伽罗名字种姓，为令当来正法久住圣教久住，不请而说，是名自说。我们最常常听的佛说阿弥陀经，就是所谓的自说，不请自说。为什么不请还要说啊？因为没有人能够请嘛，没有人可以请嘛，没有人有这个智慧可以请佛开示，所以佛只好自己说了。佛只好自己说了，你想也而你想都可以想得到，是因为佛快要入灭了，啊，他没有办法，所以这是佛晚年的经，《佛说阿弥陀经》，啊，他不请自说。好，下面因缘，因缘，因缘都是讲戒啦，佛不会无缘无故叫你定一个戒律哈，叫你要遵守哦。不会这样子，都是因为佛旁边的弟子啊犯了什么过错，犯了什么过错，那个叫因缘事，犯了什么过错，然后佛就说了一个啊、一个什么，这样这个叫因缘。云何因缘，为于世中显示有一个能请的卜德伽罗名字种姓，因请而说，因请而说，及诸所有毗奈耶相应，有因有缘别谢托经，是名因缘。
所以不管是法也好，就是教授也好，是戒也好，就是教戒也好，一般来讲都是有请才说的，这样懂吗？可是，在法来讲，也有佛自说的，就是佛说《阿弥陀经》，戒全部都是有请才说，明白吧？有谁犯了什么事情了啊？哦，或者是民众发现，哎，那件事情对民众来说不太方便，有没有？不是有一个故事，是有一个比丘长得很黑很黑吗？结果晚上出去，把一个孕妇吓到流产，从此以后佛就规定了，佛就规定了等等，像这样不请，因为有因缘，佛就会制定戒律。这些叫做因请而说，大部分的法都是因请而说，所有的戒都是因请而说，就是有因缘。在下面云何比喻啊？比喻我们用的很多啊，这个唯识是最会用比喻的。云何比喻？谓于世中有比喻说，有比喻故，本意明镜，不是随便无聊跟你讲个比喻，为了打发时间，不是这样。说比喻一定要能够合到法上，这个比喻才有意义呀，这个比喻才值得说呀，这样明白吗？所以为什么要说比喻？有比喻故，本意明镜，是名比喻。下面云何本事？有本事就有本身，就这两个。云何本事？为诸所有术士相应示意言教，是名本事。这个本事跟本身一样，只是一个是讲佛自己，一个是讲弟子啦。本事是讲佛弟子，本身是讲佛自己。下面云何本身？谓于世中宣说，世尊在过去世比比方分，若死若生，行菩萨行，行菩萨行的那个难行能行啊，行难行行难行能行，是名本生。下面云何方广？方广就是深意的意思，方广。谓于世中，广说一切诸菩萨道，为令修正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实力无畏无障智等一切功德，是名方广。这是很甚深了，甚深意。下面云何悉法？再说神通的云何悉法？谓于世中宣说诸佛、诸佛弟子、比丘尼、释迦牟尼、劳彻男、劳彻女、净士男、净士女等，若供不供，胜于其余，胜诸世间，同意所许，胜其稀有，最胜功德。是名悉法。这多半都是显神通的事。在下面论义，云何论义？所谓一切，底下有。在我们唯识法相里头最常常用到的当然别的法门也会用到，可是我们是非常用到的摩德里迦和阿毗达摩。底下会解释研究甚深，那个底下的那个苏丹兰有没有？就是契经了。研究甚深契经义，宣唱一切契经中要，是名论义。他的意思就是，怎么会有这个摩达里迦或者是阿毗达摩的出现呢？这两个东西叫做论义，而论义出现的目的是为了研究甚深的契经，是为了宣唱一切契经的中要。通常经的语言，比如你想想看《阿含经》，经的语言都比较短、简短。那么短的语言又那么深的意思，那么短的语言又那么深的意思，所以需要很多的论义去解释它，就会有这里所谓的摩达里迦或者是阿毗达摩出现了。这样明白吗？这两个我们唯识法相最常常用的
为了解释契经的甚深意了。比如说解深密经，解深密的为师的重要是什么，解深密经在讲什么，你就需要很多很多的瑜伽师地论啊、什么辩中辩论啊，什么色大乘论啊，一大堆，对不对？论来解释，有没有？那就是啊、哦、好，摩达，这个摩达里迦和阿毗达摩在讲什么？摩达里迦翻译成汉语叫做本母，本来的本，母亲的母，本母。阿毗达摩翻译过来叫做对法，对，对错的对，对错的对，法，就是佛法身的法。为什么这样翻译很奇怪，对不对？有意思啦，有意思啦。摩达里迦叫做本母，是说为什么要解释这些东西？论义就是解释嘛，解释什么？解释契经啊。可是为什么要解释？因为在契经里头的甚深智慧呀、啊，那个深意啊，那个智慧啊，不清楚不明白，常常那个智慧都是反显的，它并不是这样表面这样看看这样这样这样稍文解释一下就可以。就可以看出来的，它不是的，所以需要论义的解释，这样明白吗？那论义的解释为什么？为了显甚深智慧，这个叫本母。本母是什么？智慧，契经啊。好，那个契经，佛为什么要讲这些话？嗯，为了我们的有眼睛跟瞎子一样，有耳朵跟聋子一样，看不到这一切法的本质性，我们看不到，我们都被相所系缚，对吧？被相一所系缚，那就完了，那就完了，就堕三界了，那就在轮回里头了，对吗？你就在生生世世这样子十二有之的轮回里头，你看不到一切法的实相啦。佛是为了要把这个讲出来，所以出现于世的。所以这个佛他的本意是要把这个讲出来，这个叫本母，明白吗？本母，这是甚深的智慧，这叫本母。好，那第二个阿毗达摩，阿毗达摩、哦、叫做对法，我们这个用的就是对法，对着，对着什么叫做对法？那个对不是对错的对，他那个字是对错那个对哈，他的意思是对象、朝向、去入，对着对象、朝去入、去走向，那个走向，走向对向着，走向着，所以他其实意思就是修行这一条路啦，这一条路。修行这一条路对着走向什么？走向本母啊，走向智慧啊。本母，你知道本母哦，在大智度论，大智度论里头就说般若是母亲，有没有？般若是什么？诸法实相的智慧叫做般若，由般若波罗蜜入诸法实相，所以般若波罗蜜是什么？入诸法实相的智慧，所以它叫做母亲，本母。这样可以明白吗？那对法就是对象它了，对象这个智慧，对象这个智慧，对象这个智慧，去入这个智慧，朝向这个智慧，走在这一条路上，这叫对法。这样可以明白吗？嗯，好，这就是论义啊、哦，这两种。这瑜伽师地论是非常标准的阿毗达摩。好，如是所说十二分教解释完了。这十二分教就是经律论三藏所设，对吧？经律论三藏。所设，为或有苏丹拉藏设，
就是金藏啦，或有毗奈耶藏色律藏，或有阿毗达摩藏色，就是论藏了，三藏所摄经律论。当知此中，若说契经应诵，即别讽诵，自说比喻，本是本身，方广悉法，这些全部都是契经哦，修多兰藏。若说因缘，就是戒嘛，因缘戒嘛哦，刚才不是讲过吗？啊、哦，若说因缘，是名毗奈耶藏；若说论义，是名阿毗达摩藏。所以十二分教三藏所摄，是故如是十二分教三藏所摄，如是一切正士正智正善丈夫所共所宣说，故名正法。有宣说的人，有所宣说的法，然后再开出来法的内容有十二分教。十二分教为三藏所摄，好简单，对不对？哦，好简单啊、哦！好、哦，佛讲了49年，三藏所摄。听闻此教，听闻你要有宣说的人，有宣说的法，才会有听闻嘛！哦，听闻此故，名闻正法。此复云何？未如有一啊、哦，有一个布达伽罗，或受持苏丹朗，或受持毗奈耶，或受持阿毗达摩，啊、哦，或者他就是这三个东西在做排列组合啦。底下就是这样，三个东西，或者一个，或者两个。可是假如两个的组合就有好多种，对吧？或者三个，这样排列组合了哦。底下，或受持苏丹朗及毗奈耶，或受持苏丹朗及阿毗达摩，或受持毗奈耶及阿毗达摩，或受持苏丹朗、毗奈耶、阿毗达摩三个，这是不是排列组合？嗯，好耐烦的讲哦，好耐烦的讲。如是一切名闻正法。此闻正法复有两种，一个闻其闻，闻就是包括名句文啦，就是这些法句啊、哦，这些圣言量，你这样听闻这些圣言量叫做闻其闻，它什么意思呢？比如说刚才介绍过的摩达里迦和阿毗达摩是什么意思呢？你已经闻其闻啦，摩达里迦阿毗达摩，你闻其闻啦。但它是什么意思呢？并不一定知道，对不对？还不晓得，所以还要继续闻其意，闻其闻，闻其意。哎，这两个都是闻所成慧哦，这两个都还在听闻而已，都是听闻。你要由这两个来成就闻所成慧，而且还不是这样听闻就有了闻所成慧。你听闻以后，要一遍一遍、一遍一遍的念它。就是要口诵、哦、背起来，然后开始可以离掉文以后一遍一遍的去思维它的意思。你不是已经闻其意了吗？思维它的意思才能够成就你的闻所成慧，不是这样听一听就有了，不是这样，不是说、哦、我听懂了、哎、反正老师解释过了，所以我听懂了你就有了闻所成慧。哦，还没有，没有那么快的，可以吗？所以我们闻所成慧就这样。那闻所成慧只是先开一个端啦，它的重点是要讲下面的思所成慧哦。所以继续看思所成慧，思所成慧我们大概也上次讲四种道理的时候也大概讲过，科判下次再写哈、哦。今天已经白板够多了，今天白反多，但是容易啊，同学不要害怕。下面云何思正法，这第八科，云何思正法，未如有一，即如所闻。你看，
刚才讲过的哟，如所文包括两个文其文和文其义，以后呢，你还要生出信呢，即如所文所信正法。怎么生出信啊？生出信就不容易了。你可以听闻，明白他的意思，但是你不见得会生出信啊，对吧？不见得哦。所以底下会讲，要独处空闲。独处空闲，就要你知道，独处空闲一定是底下接着一定是如理的思维，或者说内证思维。可是，在内证思维之前，他先讲不应该想的事情，哎，所以在自己，这个远离愧闹，就是独居静处的时候，你要做两件事情，不是。你要做两件事情，第一个不应该想的你不要想，然后才应该想的去好好的想一想，这样明白吗？好，他先讲不应该想的，独处空闲远离这六种不应思处。这六种是第一个思义我，然后扩大思义友情，思义世间，这第一个。第二个，思义友情的业，刚才是友情，现在是业。友情会造业嘛？有了业就会有业果，对吧？那你就等着业果一熟啊，对吧？好，所以这里头包括造业的人就是友情嘛，造业，重点是在业啦，业，有业。那个业力有一天会成熟，就是业果易熟。好，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思义静虑者和静虑的境界。哎，有六个耶，好，把我和友情和世间分开来呀，这就三个。然后第二个是业，第三个是静虑者，静虑境界，这不是第三个，这第五个了。然后第六个，诸佛和诸佛境界。好，那把前面三个分开，把前面三个，思义我，思义友情，思义世间。我在想的时候，我是不分的，因为这个有我就会有友情嘛，有我就会有他出来啦，然后这世间就出来了，对吧？然后友情的业，哦，就会有业果易熟。然后静虑者和佛的境界，我们不要去想。这六个要远离，这个叫远离六种不应思处。你会觉得好奇怪哦，为什么这个不应该思？我们不是每天都在思没有我吗？对吧？我们不是每天都在思。至少刚才就讲了，世间第一智慧就是一熟无忌嘛，就是在讲业的一熟果，啊，不应该去分别，不应该去做两种观待的，对呀、错呀、好啊、坏呀、是啊、非呀、胜啊、劣啊这种种种的分别，那不是就是在失意吗？那不是就失意吗？这里跟你讲不应思处哈，同学，他告诉你，你不要自己去妄想分别啦。你完全依照佛所说的圣言量或者是智教量才能够思维，不是你自己妄想分别可以思维的事情。这是对佛弟子讲的，佛弟子讲的 这种话是对佛弟子讲的。你要依圣言量，不是自己可以妄想分别的，这是对佛弟子讲的。那另外哈，假如是外道来讨论这种事情，讨论他要讨论到底有没有我，怎么会没有我？没有我现在是谁在跟你讲话？我在跟谁讲话？假如是外道问这种话的话，你知道佛会什么态度？佛经里头讲得很清楚，很多外道来挑战，为什么你们说无我？假如无我，谁要修？谁在修行啊？假如我有我，现在这个是谁？那个又是谁？我不是在跟你讲话吗？假如没有我，你怎么解释？经里头很常常讲这个事情啊，外道来挑战。
对于这种外道的挑战，佛一概叫做智答，不予回答。佛经里头不是讲有四种回答的方式吗？第一种叫做一向答，第二种叫分别答，第三种叫做什么啊？就是这个啊，根本不回答，智答，不回答，根本不回答，智，放置的智，摆在一边，根本不回答你。好，智会写吗？第三种叫做智答，第四种就是叫做反诘，诘问的诘，反诘答。他问你来问，他就佛就会用你的问句反问你作为回答。这样懂不懂？比如说有一个佛弟子啊，他没有正确的学空啊，好，他就来问佛啊，你说的一切法空，你说的一切法空，而且你说这个一切法空是究竟的圣意，那假如一切法空，我造业也是空的咯，所以我随便造什么业都没有关系哦，因为造业也业性本空也空啊。假如碰到这种问题，佛会怎么答？那你说呢？那你说呢？明白吗？有四种回答的方式，啊。第一个叫做一向答，佛跟你讲，从来不会改变，他永远都会那样回答的，叫一向答，这叫决定义。第二个叫分别答，看情形答啦，他跟你讲 A， 跟另外的人讲 B， 这样看情形答。第三个智答，第四个反问，反诘答，用你的问题来反问你，让你自己去想一想，有四种答。那这个不应思处就是这样。假如对于佛弟子的话，哦，佛弟子早就知道不要妄想分别，这些问题都不是你在你自己的这一套已经有的细论心虚为因的那些名言里头可以分别的，不是那种你累生累劫的俱生我执俱生法执，对你已经造成了制约，你自己怎么想都在那个制约里头，你这样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佛说你不要想，这样明白不明白啊？好，用圣言量，依着圣言量，你要这些事情你要明白的话，你只能依圣言量来想。所以这个叫做不思议处。那假如是外道的话，佛是因为很慈悲啦，所以不跟他们讨论这些问题。哦，外道不是学佛法的，你跟他讲无我无我，变得半天干嘛呀？无我无我啊。无我他就活不下去了，会生出大恐怖心了，所以佛会很慈悲，不跟他讨论这些。好，这个是远离六种不思议处的那个为什么要远离的原因。如是思维富有二种，远离这种不思议处以后呢，那么如理的思维，如理的思维有两种，一者以算术形象，善巧方便，算计诸法，这个为师好擅长哦，算术形象，五蕴五个，十二处十二个，十八戒十八个，四十四个，对吧？刚才讲过的啊，地四圣地四个，道品三十七道品，哦，三十七个，缘起十二缘起十二个，是不是都有一个数字？好，这就是第一种，以算术形象，善巧方便，算计诸法。那并不是说啊，五蕴你知道有五个啊，你就已经知道，不是这样。他只是叫你不要漏掉。你知道有五个，你五个全部都要圆满才算知道，你就不会漏掉，这样不会挂一漏万，不会漏掉，这样明白吗？这是算计啊，《白法明门论》
一开始就跟你讲一百个百法，一百个，这就是那个百的意思，就是算计，算计，算计诸法。第二个，以称量形象，这个称量形象就是量，就是一如理的分别，量就是分别，不要依自己的妄想分别。刚才讲过了，要依着圣言量来分别哦，这个叫称量，要如理的分别。如理的分别，下面讲了四种道理，叫做如理的分别。如理以称量形象，依正道理，就是四种道理，依正道理。观察诸法功德过失啊，功德过失，观察他的功德过失。这个我们在学止观的时候啊，这个学止观哈，学止九心住，前面一个一个都讲过。学观的时候啊，我们用的就叫做六品寻思，或者是六识的寻思，所以你看到六，这个叫称量，哎，称，刚才讲的那个算术，它有一个数目字嘛，六个嘛，那六个你要先，你要背起来啦，意识相品实理，意识相品实理，是不是六个？然后一个一个意，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这个就叫做，他先给你一个结论，然后你要去思维呀。为什么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所有相，包括所有相的一个一个的自相和所有相的共相，下面就有相了，自相、共相，有没有？有没有？那这些自相、共相又包括是根生，就是有情的、有根生的和器界，这个叫内外自。在自相也好，共相里也好，里头啊。真的很那个，对不对？很啰嗦，对不对？这叫你周遍的寻思嘛，你才不会。你我们的脑筋都，我们的脑筋要不然就是浅浅的啦，要不然就是浆糊一团啦。所以他跟你讲，你各个面向都要思考得到。他跟你讲了六识义，你现在要思维的这个法句，一定要依着圣言量。法句，所以你不应该思维的，你不要自己随便去思维，明白吧？你不能思维有我嘛，因为根本无我嘛，知道吗？你怎么可能思维我呢？你怎么思维我？我是什么？五蕴，那五蕴你一个一个如理的思维嘛，而不是有我嘛。你这样可以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前面先跟你讲，你不要用自己的妄想，你要依着圣言量，首先要有一个名句文的法句做你的依靠，你依着那个，凭着那个来展开你自己的如理思维啊。义都是就结论了，一切法是一言尽，这一句结论就可以当义。然后为什么一切法是一言尽？一切法包括什么？一切法包括啊，内外诸法，内外诸法就十二处了啦，内六个，外六个，外内就是六根啦，外就是六境或者六尘，所以是不是十二个？我跟你讲，都不是自己可以乱想的，你就要依着圣言量，好，内外，然后呢，这叫做事情的事，那意是相，自相共相，品就是现在讲的功德过失，功德是白品，过失是黑品。所以品就是白品、黑品，也就是功德过失，意识相品实，过去、现在、未来。最后一个，理，道理，四种道理，而四种道理是核心要义了，因为智慧是在这个上面，对不对？好，四种道理再开出来，观待道理、作用道理、证成道理、法尔道理。所以底下的重点会放在这四种道理，这是我们修观就是一直这样修，意识相品实理，所以不会很难，不会很难吧？不会吧，同学？先跟你讲，你要依着法句，你绝对不能自己乱想，要依着一个圣言量，然后怎么一步一步的来。
所以同学一点都不难哦，真的不难了哈、哦、有方法有技巧什么都有，怎么会难呢？难一定是在你的那个你的心啊，发不起那个你的心会觉得哎呦怎么那么多呀，怎么那么没有啊，一直在重复而已啊，哪有多啊、哦、好，下次我们会证会把那个施政法的科判给同学，有正说这一段啊、哦、云和施政法这一段。同学啊，要跟上进度好吗？要跟上进度，越学越多会有两种情况，越学越多了对吧，一种情况越学越多你就会发觉越容易，因为一直在反复嘛，同不同意？所以你会觉得越容易，这是表示你跟上进度了。那假如没有跟上进度，那就完蛋了啦，没有跟上进度那真的就是完蛋了，你就会一直觉得好辛苦啊，好辛苦啊，怎么那么多呀，怎么那么多呀，哎呀好辛苦了。所以同学一定要跟上进度啊、哦、最大德请合掌，恭念回向偈：学修功德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沉溺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蜜。